耶诞节限量组合拍卖会，植村秀马里奥兄弟，兰蔻的精致圣诞气垫粉饼，它的口红好好看，全部都出光粉，它只推出100支，天哪，只有限量100支，它的色号是最红的264，干燥玫瑰色，韩剧女主角最爱 YSL 的口红，里面呢就是雾面的唇膏，这颜色真的是吸引人，好美。他针对圣诞节的烟火推出的这个限量款，加油加油，是有点冰冰的感觉。迪奥的经典五色眼影，红宝石的彩盘，好美哦，颜色很美。之外，今年再推出一下什么？遮瑕盘，遮瑕，这个太棒了。这个法国的品牌叫 Endo， 今年还蛮适合拿来送，像这样整个是沐浴，好可爱，浴缸一起，它就整组的浴缸。圣诞节推限量眼影盘，好亮哦，好美哦。很棒哎，很吸引人，这个好想买哦，赶快去百货公司刷卡抢购了，不准不漂亮。不准不漂亮，每周二晚上9点 Live 直播。